病。九十岁的简木贵爷爷精神奕奕，今天是他的大日子。爷爷以前是乡公老师，入住台中慈济医院护理之家以后，也开课教导住民。乡公的好处就是对咱的身体、五族农户这四个叮当的雷，叫做雷公性的运动。乡公是一种气功运动，许多护理之家住民就跟着木贵爷爷做乡公，就是会跟着一起做，然后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其实也是听到音乐就会就是有记得那个动作，就是有进步。阿伯我若无伫遮，因做一个运动的这项啊。女儿特地来参加发表会，他们没想到爸爸在护理之家住得这么开心。他说来这里是一种他的享受，他的享受好快乐，天天都很快乐。到底就是一家人啊！养生之道，大方分享，成为护理之家的超人气阿公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